三组剑三枯手团之谁也没奶上。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网络上的老婆都会跟自己说要去当兵的，就的那个年代啊。OK， 来，我们站到中间来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
好，我是长剑三庄城南的太阳。好，太阳，另外一位。大家好，我出今天出的是长庚完成女，我是幺幺。瑶瑶，两位呢？其实呢，主要在这一间的表演当中呢，是在游戏里面的角色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今天大家看表演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看出来他们的整个设计？今天的这个设计，表演设计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其实主要是就是我们是就是在聊天的时候突然聊到，然后就聊到说，因为我们之前的就是准备比赛的内容，可能是以一些打架啦，或是一些副本比较深入的一些剑三里面的内容来做表演。那我们会考虑到说，那是不是没有玩过剑三的人看得懂或看不懂？所以我们就想说，用一个现实玩家，然后这个内容在这个内容做一个表演的呈现，这样子。所以虚拟的，所以你们以往的表演，你们想到它很多基本上是游戏的虚拟的世界，可是这一次的表演是不是？我要告诉大家是有一个所谓的现实世界，现实世界当中呢，一对最后是一对男女啊，他们要玩的是共同的游戏，而在游戏当中，他们的角色也相遇，然后一起冒险，然后在里面展开的这一段故事。对，所以这种虚拟现实的一个跨次元的一个作品，是你们这次表演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色。只有角色在舞台上，或是说在 cos 方面，就玩家可能会比较没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受。那如果当自己也变成其中一个角色，那可能你将来也可能会变成跟你的情缘分线，或走到现实，就是走到了更深的一步的话，那我觉得在玩家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展现会更有感受。OK。而且很好玩的是，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，他们刚刚在表演的时候，里面有一些所谓的网络游戏梗，就是你可能在玩网络游戏的时候，你坐在荧幕前面，你会吐槽的啦，或者是这些都是怎么来的？这些发想，就是实际遇到的吗？假如说是实际遇到的吗？对，就是我们平常在游戏可能就常常会有这些啦，就突然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，然后所以就是把它应用到这里面来。然后同时也因为就是我们的用语可能比较特殊，所以其实中间有一小段是我们自己配音的。哦，所以刚刚那个演出的时候是你们自己配音的。对。OK。然后还有我们的背板，还有这个荧幕框的部分，也都是自己制作和绘图。这个好像现在没有办法拿起来了，因为拿起来会把你们挡住。sorry， 小心，来，这个就是一个荧幕框啊。对。它就是一个电脑萤幕框的感觉。上面是苹果吗？哦，真的是苹果。但它没有咬一口。OK， 所以虚拟的世界就是虚拟世界跟现实世界当中的等于说一个障壁啦，突破它的一个感觉。好，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演出哦。对你们来说，剑三最大的魅力是什么？能跟大家分享吗？我个人玩游戏到现在玩最久的一款游戏就是《剑侠情缘三》。然后因为我觉得《剑侠情缘三》它其实不只是打怪练等，它更多的是它的生活啊，它的会让你怀念的不是它那个游戏里面的什么比如打怪之类的，而更重要的是它的人情世故，你舍不得可能会是你的师傅、你的情缘、你的徒弟，甚至是你的帮会。哦，所以人啦，还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是人玩游戏嘛，不是游戏玩人。对，人跟人之间的连接才是玩游戏的本质。对，这是我想玩游戏的跟大家分享的。好了，那谢谢你们，也祝福你们有好的成绩了。谢谢。这是我们第三组剑三歌手团之谁也没奶上。